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欢迎收看《匠心投资》。上礼拜我对盘势细微波的转折抓得够不够清楚？来看一下，礼拜台股盘中大跌114点啊，我说逢低承接，站在买方。礼拜二盘中压回了78点，我一样告诉你策略不变，站在买方。但上礼拜三呢，早盘大涨112点的台股，我为什么告诉你要先解码一下？因为当天成交量只有900多亿啊。成交量不够，上涨量价不对称，先卖一下，先卖当然是为了礼拜四的低阶嘛。礼拜四，台股呢盘中大跌90点嘛，所以你看到礼拜三你有跟着解码的，礼拜四你在怕什么？你是不是有多余的资金可以开始逢低布局？这就是细微的波动，短线的一个转折，如果你拿捏得很精准，相信你的胜算更大嘛，因为失误率几乎降到最低嘛。金老师对短线的一个转折，不是只有对一次啊！你还记得5月22号，当天台股盘中涨了56点，来到10520。我有没有告诉你，一样要先解码一下？解码完之后，你看隔天23号啊，台股呢大跌148点呐、啊，下杀取量，你是不是又可以站在买方了？这种细微的波动，我相信台面上的分析师能比我抓得更精准的。几乎没有几个哦，你自己可以去比较一下。所以你看一下上礼拜三、礼拜四多么重要的关键性的两天。礼拜三台股大涨112点，来到10541，卖啊卖，是为了礼拜四的低阶嘛？礼拜四跌了90点，来到10371，这个成本一来一往差了几点？差了100多点呐、啊，10541到10371嘛。是不是？所以你今天看到台股涨还是跌？我礼拜四面对盘势的一个下压，告诉你要高兴低接啊，因为连假过后，这个盘即将扶摇直上。果不其然，今天台股呢大涨157点，我说波段行情要来了，波段行情要来了。为什么？整一个盘势的架构今天出现左右各一个缺口。这叫倒型反转的缺口啊！通常出现倒型反转的缺口，它会有波段走势，它会有波段走势。回顾一下1月7号，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嘛。1月7号，当时候台股呢从9319上来，这边是不是一个左右各一个缺口？倒型反转缺口，接下来盘势会有波段行情，所以从1月7号开始，我就告诉你，任何的压尾站在买方。结果台股呢，就从9319呢，涨到11097，涨了1700多点。这当时候你看到的一个之前我给你分析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嘛，这边有一个倒型反转缺口啊，大涨了1700多点。当时我告诉你，任何的压尾正在买方，还记得吗？那今天的台股的一个架构呢，一样出现一个倒型反转缺口，而且今天带量。中长红嘛，所以接下来操作，你的态度就要如同当时9319那个积极的一个模样，你要如法炮制，任何压尾站在买方。所以上个礼拜，如果你来不及布局的，你不敢布局的，今天一样跟着庆老师积极来卡位。我今天其实还告诉我们会员，一样可以大买股票啊，因为会有波段行情嘛。那会有波段行情，今天不买，你明天还是要买啊。当时候9319，你回去过头去看嘛，这边要不要买？这边要不要买？任何压尾是不是都要买？对，回过头来看很简单。现在庆老师要跟你分析未来盘势，要比照办理啊。所以今天台股大涨157点，相信庆龙老师这边对盘势的看法以及策略面的运用，上礼拜。交代的很清楚啊，所以让我陪你看盘，你会比较安心呢、啊，操作起来你会比较顺心呢、啊。说实在的，今天泰硕当然会亮灯涨停板，因为上礼拜我还在跟你分析它的一个生命线守得相当漂亮，对，上礼拜这个位置还在买啊，直到
这礼拜会冲出去，我当然还是做积极卡位的动作。他还说做散热模组的，我之前跟你分享过，散热模组未来一个架构，它的需求量一定会往上成长。很简单的一个逻辑，以后你的手机运算速度会从 4G 迈向 5G 嘛，运算的一个速度越快，它所散发出来热量更大嘛，那既然散发出来的量更大，它所需要的散热模组需求就会更强烈嘛。这是一个基本面的分析，很简单，只是说跌下来过程你敢不敢承接，你会不会买而已啊。泰硕之前 64.8 有卖赚一波段，记得吧，高点有卖，这边又做了一小趟 57.5 再卖。如果你高点有卖，重点是5月20号它杀杀到最低 46.55 啊，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有庆老师陪你操作陪你看盘，你就不怕，因为支撑接近了，生命线挡在这边啊。而且看一下它的基本面，每月是不是大幅度的成长，没有错吧。所以庆老师在介绍股票面面俱到，有基本面分析，有技术形态量价结构的一个配合，面面俱到的一个结果，你的风险接近于零啊。因为高点你只要有跟我卖的，当时候泰硕杀下来你敢买吗？问问你自己啊，一支股票长黑打下来你敢不敢买？你敢不敢买？所以整个泰硕最关键性的时刻5月20号，我说基本面依然成长，生命线代表支撑，可不可以逢低做买回的动作？5月20号的泰硕来到生命线支撑附近嘛，47.5接回啊，因为高点有卖，这之前你看到我们高点卖出了一个证据，是不是？高点有卖，低点来到支撑，股价变便宜了，买回的张数更多，做接回动作，接回之后隔天大涨 7.5%， 它开始量缩整理，我说这是一个强势整理，因为生命线守得相当漂亮。24号大涨 5%， 你看一下上礼拜四放假前，我怎么跟你分析泰硕的？高点有卖，打到生命线附近做接尾的动作，47.5块，这边还在生命线位置附近，我这边还是告诉你可以逢低买，因为接近支撑嘛。包括上礼拜四我还在买哦，所以整个一个泰硕今天有没有如同我的规划，真的冲出去了。今天不仅冲出去耶，今天还亮灯涨停板。什么是讲在前面，让你印证在后面？对上个礼拜四泰硕我精彩的分析，我们请导播播一下当天精彩的 VCR。今天收盘49.9啊，其实在这个位置支撑位置，我还是告诉会员可以做低阶买进的动作啊。那今天49.9，哎，下礼拜会不会冲出去？下礼拜会不会冲出去？他今天有没有如同我的预告冲出去了？知道他会冲出去吗？上礼拜四，不管是47.15啊，或者49.9附近，一样都可以买啊。我接回位置算蛮低的啊，47.5啊，对，47.5接回之后，这边其实都还有47块钱以下可以买哦。所以关键性的临门一脚，那个 key point 点要有人提示你啊，对，就像上礼拜四嘛，盘势的压回跌90点啊，我们告诉你那个跌到几乎盘势的盘中最低点，我出手买股票，包括泰硕也是一样啊。所以整个一个泰硕既然生命线守住，想当然的今天亮灯涨停板54.5。我希望庆老师的节目内容所给你的预告，你都可以跟我们会员一样先掌握在自己的一个手里面嘛。你如果知道哪一档股票明天会涨，今天要不要买，我问你，这是一个很简单逻辑道理，就怕你不知道什么股票明天会涨嘛，是不是？泰硕是做散热模组的，所以当然今天对另外一档散热模组的股票叫做奇宏，是愿意说今年度新高啊，基本面不成问题，股价今天形态突破，形态突破啊，这边类似一个倒型的反转啊，
这边有一个缺口，这边有一个缺口啊，左右各一个缺口啊，所以形态突破的一个旗红，我今天一样做的卡位动作。9:26，旗红，基本面的分析，营收新高，技术形态突破嘛，34.5以下买进，价位很明确啊。9:26发给会员讯息，当时候9:26，股价几块钱？34.3，34.5以下买得到吗？你可以跟我买在34.3呢，是不是？买完之后，今天会亮灯的，有没有赚超过半根呢？你去看一下啊。我就买在这个位置，今天亮灯了，所以整一个散热模组，相信今天会很多分析师跟着摇旗呐喊，对，跟着凑热闹。很多人一定会跟你讲说啊，旗红今天看到涨停板嘛，然后在最低点这边画个圈圈说买这边呢，或是泰硕今天涨停板了嘛，看到一档股票涨停板嘛，他告诉你哦，最低点画个圈圈说买这边呢。如果真的有买到当天的最低点，为什么不敢秀出会员扣讯来跟会员对时对价一下？亲爱观众，你不要以为对时对价这门功课很容易办得到，你去比较一下其他的一个节目内容。如果其他分析师真的有带他们买啊，比如说泰硕啦，或是旗红啊，那就把会员扣讯拿出来秀啊，证明你是真的买到最低点啊。如果不敢秀，你可能对这些节目的内容要存在着一个问号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这样讲不过分吗？所以整一个散热模组的一个架构，上礼拜四放假前泰硕给你的精彩的预告内容，你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吗？你要懂得闻香下嘛。如果你懂得闻香下嘛，上礼拜你没有买泰硕的，那今天还可以买旗红啊。我就买在34.3附近嘛，这时间价位明不明确？亲爱的会员，收到讯息34.5以下买得到吗？保证一定成交啊！今天买完之后亮灯，一样可以赚半根以上啊，是不是？相对低档哎，它不是在高档哎，是不是在低档？低档发动的时间点，你来跟我卡位，相信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合作过程啊。今天不是只有买旗红这一档，另外一档我一样积极卡位。我讲过，盘市今天出现倒型反转缺口，这盘会有波段行情，所以要懂得积极卡位。任何的压回，跟我站在买方。这一档互动，五月营收年成长率超过一倍，高达122%，形态有没有突破？新天亮出来有没有强势表态？不管是基本面、形态、量价结构，配合那么刚好的这一档互动，今天我一样告诉你可以买，一样可以买啊！9:25，互动嘛，基本面的分析成长122%，技术形态突破强势表态，价位呢65附近买，25，股价几块钱？64.7，你对是对价？今天的互动你可以跟我买在64.7，盘中亮灯。一样可以赚超过半根停板以上，这是我今天非常积极的动作。再度的提醒你，这盘是一个架构，今天倒型反转缺口，它不是短线，它给你的表象就是波段的一个走势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今天还是一样告诉会员积极卡位？今天不是追高啊，今天是告诉你们，如果上礼拜四这个位置不敢低接的，今天确立会往上走高的，当然要卡位啊。你今天不买，比如说你今天没有买互动，你今天没有买旗红，你今天没有买泰硕的，接下来呢，明天搞不好没有低点让你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上礼拜二我提示的这一档股票，四月营收年涨率超过一倍，其实是超过2倍啊，200%啊，这是哪一档绩优股？3535的精彩科啊，礼拜二可以买，礼拜三的精彩科黑 K 棒，我说等你买。礼拜四大盘盘中不是压回90点吗？导播，我说精彩科礼拜四你跟我买的，现买现赚啊，因为收在当天的高点啊。来回顾一下上礼拜、礼拜三、礼拜四的精彩科的股价，
有没有？上礼拜的金材科收盘32.85啊，好不好买？我说从量价形态来看，它会冲出去，所以这边你都要赶快做一个上车动作。礼拜三的金材科收盘32.5啊，是不是一样很好买？黑 K 棒啊，等你啊。礼拜四的金材科收盘33呢、啊，礼拜四买了几块钱？其实不管礼拜二、礼拜三呐、啊，你有买的都会赚钱的、啊，32.85、32.5嘛。那礼拜四我买了几块钱？我买在平盘价32.5附近呢、啊，9:35嘛。金彩科四月营收年涨率高达267%，不止一倍啊，两倍多啊。32.5买，当时价格就在32.5啊，你去对是对价。还记得礼拜四盘中大跌90点吗？逢低继续的卡位金彩科。32.5买的嘛，收盘是33，是不是33？尾盘收高，有没有现买现赚？没有错吧？所以关键性的时刻，你跟我卡位金彩科了，今天大概可以大涨了将近6%左右啊。给他懂了 ，I K 呀，短话可以八归掉嘛。金彩科的基本面那么大幅度的成长，而且是倍数成长，今天当然要稍微表现一下下。这我上礼拜的一个提醒，你的提前的布局动作啊，还有一档绩优股也是一样，5月31号嘛，你看一下这低档13天它转折向上，因为供给量出来的。6月3号你家这边到这边嘛不跌咯，不跌之后到礼拜四一样是红 K 棒，礼拜四你跟我买这档绩优股的一样现买现赚。那今天这档股票呢？今天这档股票呢？有气无？有气无？当然有气啊！三板兄弟，对不？今天大盘大涨157点呢，它当然会往上走高啊！像这种未来还有波段行情的，金老师再度的衷心的邀请你，赶快跟我积极来卡位。盘势的波段的一个架构走势已经表态了，你不要再观望了。今天早盘还是有一位观众朋友啊，打电话进来问啊，端午节的专栏活动到底还有没有？因为金老师的一个节目早上10点到10点半还有重播，所以10点半之后还是有陆陆续续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要求啊，要求要跟我们一起庆端午，要求金老师开放这个名额，一起来掌握未来波段行情。你看一下金老师的长相，你就知道其实我个人蛮大方的，而且我很善良啊，哦，所以对于观众朋友你们要求，只要你需要的，我今天特别的再开放一天，端午节的55% off 不到一半的优惠活动，今天为了你们再开放一天，好，把握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再回到节目现场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陈鲁谷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
孙的啊，啊，这敢不是你为我笑到这么欢喜？嘿啊，因为看到阿公每天都很开心。啊，我就参加政府举办的活动，真趣味哦。卡1966都叫观众员会来评估啊，那真亲切，因的照顾嘛，让人足甘心的。你看，政府对老人的服务真齐全哦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这一档玉金光上礼拜庆老师是如何告诉你可以逢低再度的承接，只要你高点有卖啊，445/17有卖的，5月10号达到382.5啊，有没有跟你预告达到这边开始逢低买进嘛？有没有来？有没有来？很清楚啊，来了，从34买进买回做了3趟价差，第一趟372卖赚28，第二趟372卖赚34。第三趟呢，358卖赚23，三趟赚了85块钱价差，就是因为高点有卖，所以呢，5月30号股价变便宜了，又遇到3天转折买点浮现，我当天304有买，我不仅买，我还做了加码动作，我把网龙58.5块卖掉嘛，资金呢在309加码玉金光，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，非常精彩啊，看对一档股票会涨，不仅买。转换止股做加码动作，接下来亮灯，324.5，重点是上个礼拜啊，当它回撤来到我加码点附近，我们告诉你309在低阶，上礼拜一啊，上礼拜三再来一次，307在低阶，重要是上礼拜四它回到我的买点304附近，我一样告诉我们的会员啊，玉金光表现比大盘抗跌，当时候大盘几乎是跌到盘中最低点啊，跌了90点嘛。我告诉会员，303附近还可以买进低阶啊，没有错吧？所以最关键性的时刻，金老师不会闪躲啊。一档股票如果会涨，亲爱的会员，你们那么支持我，我一定给你们最好的一个资讯。上礼拜四，多么关键性的时刻啊！对，杀到90点啊，玉金光比大盘抗跌，303在低阶啊，收盘302.5啊。所以这个位置，如果你认为好像跌到304了，好像不行了，是不是要卖？你如果卖了，你就买不回来了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再度的低阶呢，当天收盘312.5，今天呢323，你所看到的每一笔进去的，不管是买单还是加码单，每一笔单都赚钱，这就是我的一个操盘节奏。这一档环球金也是一样，你只要高点有卖啊，354有卖，263买进，280加码，360再卖，对，等了快3个月啊，5月21号啊，来到296.5的环球金，本益比不到10倍，21天转折买点浮现，当然可以买，这边小价差打下来拉回，第二次有买点要把握，规划得很清楚啊。有没有拉回来到299，让你做低阶动作？27号跌啊，跌到295，我说看法不变啊。有时候300以下环球金你都可以买。28号环球金298.5低阶啊。今天的环球金呢305啊，所以呢，知道一档股票本益比够低了吗？300以下的环球金，你都可以跟我一样站在买方，因为之前的高点。是庆隆老师逢高带你卖出去的嘛？金老师是为带会员逢高卖股票的分析师。5月28号的世新呢，86.7卖，这一段18%，对，当天卖完我就给你规划，达到这边准备做接尾的动作，86.7的卖点嘛。所以呢，整一个世新导播，你们看到这边大概几块钱价位，大概82、83吧，很精彩的。未来的低阶位置先讲给你听啊，所以整个四星的一个架构，上礼拜二最低83.5了嘛，什么价位可以接回？不管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，你都可以大胆的跟我做接回的动作。四星来到预定位置又不跌，83以下就接回，当作股价在82.5啊，逢低承接。由于上礼拜四盘中是不是跌了90点的台股，做买进低阶的动作，
今天市心86.4，所以盘势的架构今天非常笃定的告诉你，倒型反转波段行情已经出来了，你跟我一起积极来卡位，任何压回站在买方啊，包括今天呢、啊，我还在买三的模组的旗宏，哎，你泰硕没有买的，今天的旗宏34.3买的，现买现攻涨停赚半根以上，互动64.7买的，今天一样现买现攻涨停赚半根以上，未来的波段走势所带给你的波段利润，你还不知道如何操作的，姜老师为了顺应民意，你们需求我听到了，端午节的55% off 不到一半的专案活动，今天特别的再开放一天，好把握一下，有需要的自己打电话进来，明天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上 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行到看到 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到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呐、啊、！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。诚如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。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清新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